大陆比较大，市场大，那资源丰富，大，那基础非常的，在世界上好像很少这样的这么大的牌啊。那台湾它很小，可它机动性很大，变化很大，所以我常常希望两方面配合啊。你看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啊，你把那小字啊写在大的上面，那什么？尖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最尖端的啊，所以两方面配合是有很多部分啊，所以我常常就讲说。这个台湾要看大陆的优势，大陆的优势 啊，大陆呢要看台湾的优点，它优点在哪里？这一结合啊，这我想在世界舞台上，我们可以唱很多的这个扮演很多的角色。